订阅本频道，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。在这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，能够跨越语言界限，将个人魅力与艺术才华展现在世界舞台上的艺人，无疑拥有着非同寻常的魅力。王一博，这位来自中国的顶级偶像，正是这样一位凭借其卓越的语言天赋与临场应变能力，不断刷新国际认知，成为全球粉丝心中闪耀星星的代表人物。一、法式英语挑战，魅力席卷泰国与墨西哥。就在不久之前，王一博参与了一项看似简单却极具挑战性的任务——法式英语绕口令挑战。这一举动不仅迅速登上泰国和墨西哥的社交媒体趋势榜，而且在短短几小时内便积累了惊人的数据，再次证明了他那超越国界的影响力。他不仅准确无误地完成了绕口令，更巧妙地将其与自己标志性的舞蹈动作相结合，通过肢体语言加深记忆，使原本拗口的句子变得生动有趣。王一博那地道的语调和流畅的演绎，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，不禁感叹于他那令人羡慕的语言学习能力。二、天赋异禀，多语言切换自如。提及王一博的语言天赋，不得不提他在多个作品中展现的多样语言能力。在电影《无名》中，他以流利的日语对白惊艳四座，而在其他场合，他甚至能熟练使用上海话等地方方言，这些都并非事先准备的结果，而是他现场学习的成果。这种即学即用的能力，展现了他惊人的语言适应性和记忆力，让人不禁好奇，他究竟如何做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迅速掌握多种语言的精髓。三、从舞蹈到演技，全方位的实力派。王一博的魅力远不止于此。作为舞者出身的他，凭借精湛的舞蹈技艺和对音乐的深刻理解，总能在舞台上释放出无尽的能量。然而，他并不满足于单一领域的成就，近年来在影视剧中展现出的日益成熟的演技，更是让他赢得了实力派演员的美誉。无论是《长空之王》中的坚毅形象，还是其他作品中多变的角色，他都能精准把握角色的情感脉络，将人物性格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四、个性魅力，内外兼修的偶像典范。王一博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收获如此众多的喜爱，除了他的专业技能外，更在于他独特的个性魅力。他低调内敛，却又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。他酷帅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温暖而真诚的心，对待粉丝和同行总是谦逊有礼。在浮躁的娱乐圈中，他坚持自我，不断突破，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何为真正的偶像。王一博的故事是对努力与天赋并重这一理念的最佳诠释。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，无论是在语言学习、舞蹈表演还是影视演绎上，只要勇于挑战自我，持续探索未知，就能够在任何领域发光发热。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，王一博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，更是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，用他的才华与魅力赢得全世界的尊重与喜爱。他的每一步前行都是对争光二字最生动的注解，激励着每一个追梦人勇敢前行，不负韶华。节目最后，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 一下本频道，专注王一博作品资讯与综艺，一起为宝藏偶像打 call。